吃完直觉日食的超值早午餐，顺路过来饮品喝杯咖啡，一直放在口袋名单里面。趁这次车子刚好停在附近，进去偷闲一下下，喝杯咖啡，滑个手机。这里目前没有甜点哦。和好友来这边聊天，喝个饮品很不错。Till 的饮品 Sorso 饮食生活地址：台中市北区太原路二段185号一楼，电话 0422360656， 营业时间13点到22点，公休日星期二。饮品 FB 请按我。乍看之下有一点像私人 SPA 馆，很有质感的品味空间。 Till 的因为吧台那区域有客人，这一间也有客人，所以以不打扰其他客人为原则，我拍我正前方的位置就好。 Tilda 刚好我也是最喜欢这个光线充足的位置，慵懒的靠在椅子等我的咖啡。 Tilda 捕捉到窗外的史努比。 Tilda 拿铁180美元，原本以为是胖胖咖啡杯，这杯是比较高瘦的杯子，等待的过程中也是一种期待值，店家会怎么呈现。我点的咖啡满到漂亮的表面张力，老板娘笑了说这杯有点满，奶泡细致均衡度很好，会想再访的店家。蓝色骑士 IG BLU119CHESE